脑袋都疼啊！哎呀，这本来上把吧就是那 ADC 零一杠十那 AD， 那 AD 一杠十，俺们家还全 AD 阵容，那连个前排都没有。我一剑圣，本来我蓄积环境就不好，四个 ADC 选他那玩意儿了，选的。像精神病似的，这头疼。待会儿打大头更火大。火大倒不火大。你说那 ADC 一杠十，我说他一句没有，我一句都没说他，我甚至连打字我都没打字。硬往我这身上说，你说这不放扣，那不放扣，这不秒 W， 那不秒 W， 你说那是关键问题吗？看招，忘带魔抗了。三个炮台，略微有点厉害，但问题不算太大。二弟学的什么？我想知道学的火箭还是学的 E， 学的雷还是学的 E。回家了。上没闪，多抓两波就完事了。他让他打不动我们，出个水银海，来个小破败，整个小三项就完事了。打大头主 Q 吧，这种远程英雄我们主 Q， 这就不主 W 了，容易被封着。主 Q 就是伤害可能会不够，但是比较灵活。你就一个炮台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？我不打你，最近是不行了是吧？怎么回事？你这大头！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在这堵他，
换路了。我说实话，那刀锋打武器好像更不好打一点。为什么敢换个刀锋上来呢？破败呢？这儿呢？把他们也算上。我正好没带魔抗，那大头其实也挺烦的，不累打那大头，远程英雄打刀锋挺好的。锤锤跳回来，重锤接重锤，好意。这怎么打回家了？就耗一波就回家了。现在该我了。点烟雾，他还不如上班回家呢。完了，这刀锋，刀锋也不用玩了。本来是大头不用玩了，现在大头刀锋都不用玩了，俩人六级。打刀锋我们就负 W 了。主 W 三级 Q 点主 W， 我赶紧拆了，我也不跟他磨叽了，我也不打他了。啊，我也不卡他兵线啥的了，我们就赶紧拆吧，省着他下路一会儿又崩了，塔又没了，我这塔又拆不了，人家下路一来完事儿，哎，又他妈开始赖我。哎呀，你这武器一技能不跳眼儿呢，不跳眼儿。赶紧拆，你别磨叽。有蓝吗？有蓝打个蛤吗？也算上。再见。莉莉亚是一个人啊。他们家俩人，你小心点，别死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赶紧拆，我就赶紧上高地。把他们也算上。
峡谷打了，我上高地了。我们这波高地是必上的。 因为那二塔没有血了，以前天天骂粉丝儿，我干哈天天骂粉丝儿啊？我骂的那是粉丝儿吗，兄弟？整的我像个大喷子似的。我操，我那队友都坑成那个逼样了，我连一句屁我都没敢放。 他只要不挂机，他好好玩，他能听点话，我就跟他玩。我从来我这都不喷队友的人，我天哪！整的我还天天骂粉丝儿，我老爱我的粉丝儿了都。没想到吧？ 干哈呢？你又干哈呢？你又来干哈呢？ 这都是干哈的这些人？ 那没办法，借力了，给我借力了。我们也不能硬拆，我们硬拆连个人都换不死。这血还1000多滴呢，我得打5-6下。 多少钱？700，虚空之女。 虚空之女拿了的话，其实不太好，我应该走了，应该走好了，稍微有点狼了啊。这没看复活时间，我寻思他们复活了也一个一个来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们是一个一个来的，我寻思他即使复活了，那也一个一个来，我再一个一个杀，应该也没啥问题。没想到他们一块来的。 跳弹不打了啊，把我们后路断了，省着。死了。哎呦啊！哎呦啊！还挺秀，那是没用的。我这有破败。上高地。 上高地之前，你要分析2点，啊，一你的队友在哪儿，二对面有几个人。如果这波我上高地，我一定会被4个人所围殴，然后死掉，你知道吗？等队友全部从家里出来了，哎，我们再去上高地，他们去中路能打架的。 绝对4-5个人过来找我，夸夸夸，给我一顿打，然后把我打死了。他没办法不走，他守我就上高地，他守我，我们家队友就得打，你怎么玩？来人，我们就先撤。嗯，再见。把蓝打了。
别推塔了，杀人不行，我杀不起。我一杀人，我死了，我不跳眼儿，让人给喷，我不的。他们要过来，我就杀；他们不过来就拉倒。 不加守啊！进去了啊！我就推下路去。 像这波他们就没等我，团灭是必定的，因为他们没等我到位，所以这波只能硬亏。一换三，如果他们这波等我在下路了，然后他们再去推一局，或者等着莉莉亚来再去推一局，就不会亏。 最起码我还能拆个塔。这潘森只是吓唬人的吗？我这中路看看这皇子能杀吗？ 他们二可以，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二，我们去下路推去。我们等队友，他们不等拉倒。没有三个人，现在打不过我。先锋，先锋我已经没办法去打他了。 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，啊，你个辅助，你凭什么跟我咋呼？撤了，不打了，溜了。队友打先锋，下路没人守啊，我退了啊。哎，鬼马枪。 不敢上，后边有人，我上了，上也行，杀我皇子，让对面先上，知道吧？如果我们先上，对面两步就进塔了，那就没办法追了。让对面先出来，哎，到这个位置了，那行，我们打一架。你要去家里边打，我不可能跟你打。 这就别追了，这就不追了，交闪就完事了。你们先打，我就打个红回点血。打吧，这是推塔游戏，我去再把中塔推了。 我就再把中塔推了。AD 挺不怕死的，旁边连个人都没有，敢在塔下待着。不拆了，去小龙，把小龙打了。 干哈呢？算了，不理他。把小龙打了吧，我们回家。
我需要一个蓝 buff 呗。对面已经七座塔都被我们给拔了，为什么对面掉了七座塔，我们家就掉了一座塔？因为我们十二分钟上的高地，对面就没有办法出门，他只能一直在基地里边待着，外面所有的东西全是我们家的。看着没，所有野区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家的，出不了门。我这波如果过来打团战，对不起，直接基地爆炸。你干啥来了？你别跟我来呀、你跟我来他们杀你我可没办法啊。这波怎么办？这波我们去下路去。为什么瞅我？再见，我溜了。这没办法，这给我杀了，上当了，人有点多。谁杀的我？又是卡莎，没让我动。叫人换水银鞋行，把鞋换了吧。严阵以待。上边出巨酒死了，上边出蟹手就死不了了。给个蓝吧，蓝不太够用，说实话。去打大龙吧，你们打大龙我退下，要么他们守龙，要么他们守下。把他们也换上。守龙加就没，守下龙就没，你怎么守？这一波我个人建议啊，他们家可以皇子试试看。再见。哎呦啊，要杀我。再见。挺能追呀、真挺能追，追这么老远，追吧。追啊、我去把你们家钟给你拆了，追吧，啊，对，就追啊。追，剩一个防御塔，游戏结束。把小龙打了吧，我们家龙魂
那三路防御，三路超级兵加我们大龙 buff。哎，为什么上路没有两个超级兵啊？什么原因呢？正常三路破都是每路两个超级兵，这个这路为啥没有超级兵啊？马上复活还50秒呢，1分钟复活就没有了，这么离谱。黄子现在已经是神志不清了，看见没？把这 AD 一杀，有滴血。